今年年尾，特區政府咧就會舉辦一個國際綠色科技週，到時會匯聚全球相關產業嘅代表、企業同埋投資者，讓行內外嘅人士以及專業人士咧有一個平台咧去交流一啲就呢一個方面最新嘅發展嘅方向，同時亦都借呢個機會咧，希望可以配對到更加多嘅企業同埋投資者，促成更多呢啲商業交易，促進呢一個經濟嘅發展。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喺巨大嘅綠色市場機遇面前咧，目前全球咧仲未出現具有領導定位，同時間可以兼具綠色科技同埋綠色金融嘅一個城市。我哋絕對有能力更好緊結合呢兩方面，借助呢個雙引擎咧，相互促進嚟到加速我哋相關產業嘅發展，同埋建構一個全面嘅新嘅一個產業鏈。